一诺痛失五杀，下去逼着黑人过来打，要开风暴龙王，风暴龙王这波直接摸了五万六，要拼龙了。关羽在这边绕，关羽在绕，关羽那个位置绕的位置很关键，回头吸吸 S 的 S， 这波直接喷，往直接飞，杀九户，九户这边换个波甲，关羽绕了过来，正面的话踩了一脚，大乱战，马可波罗直接转进去，九户直接倒了，关羽再顶一下杀子焕，子焕也没了，这边的马可波罗活着，那这样子的话团战打不过了，这一波南京炙热就已经被包了个圆。一换五，可惜自杀，我差一点点五杀了。关羽把他的五杀拿掉了，好像是哦，凯爹拿掉了五杀，22分40秒，点击地道吗？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，五杀没喽。最后这波，这波其实大家第一时间的注意力都在婉儿身上，对，殊不知后面有个关羽，背后冲出一个关羽的时候，这个团战专业悬念。其实关羽早在谢谢逆 ZAG 这局非常暴打的幽灵武器，谢谢逆 ZAG 给这智能起来的五架飞机。我真的以为专业，当那种情况，这波张飞直接喷，婉儿直接进场杀虞姬，关羽一个大招后结束。这种团战，对吧？可以让一让。今天的 AG 状态真的好，你不要动。Hero 这边最好是。清醒一下，清醒一下。比赛那票了，听听评论席的见解吧。谢谢逆 ZAG 好好打的钻粉音效火箭。其实最后那波团战就是在那个一诺收两个人头的主动的一方呀，我们只能死，我们玩游戏打比赛只能死在自己手里，不能被别人冲死。这波马上出真伤了，兄弟们，张飞一个大招直接开喷，婉儿直接开始闪现闪九库，婉儿关羽的位置，关羽关羽一安，哇，这一波关羽游戏结束，关关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2-0，两个人三连绝胜，哇，这是几个人头？四连头，拿个五杀，几个？五呀，哎呀，可惜了，还担不担心？赵飞老哥还担不担心？哎，其实这波易安绕的位置特别，刚才还有人骂易安牛马的，你看他这个刀后，对呀，22分40秒，刚才还有人这个刀后立功了呀，这个刀后真的立功了呀。这个账号真立功了，有一说一。这波其实大家第一时间的注意力在婉儿身上，对，是不是后面有个关羽？背后冲出一个关羽的时候，这个团战已经没有悬念了。其实关羽早在 AG 这一次势如破竹，剑指冠军呢，消失掉了。嗯。但很遗憾，这就是成都 AG 超晚会的实力，兄弟们。少北老哥，我也觉得这五杀应该是。你还会觉得我们差不多吗？这种必赢的团战，我一直相信啊！我这一局，我开局我就相信 AG 的。你可以问观众朋友们，有记忆的，有回放的。小哥，你开局你可是怀疑 AG 的啊？是比赛赢的票了。感谢大威天龙送的王者之手。我可是一直相信的，这 AG 已经势如破竹了。最后那波团战就是在懂得自然懂，兄弟们懂得自然懂啊，懂得自然懂。有种感觉，这是刚选的开风暴龙王去逼着。不是 Hero 这一波，如果要来的话要拿命打，但是上路线还是非常差。这个线我跟你说，20分钟不好说的，要抽加跳脸大招拉一下，直接要好。关羽这个位置非常的不错，哎，单刷九库漂亮，秒了，原地起立。这一波怎么输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怎么输？喂。还能操作吗？喂，直接死掉，四连超凡，五杀了吗？没有，我赢了。哎呀，一诺笑了，一诺笑，表面在笑，心里在妈买皮。其实这波什么情况？魏阳抢龙，抢龙五杀是没杀魏阳。知道你今天很飞，但是这个五杀很难拿的，你知道吗？五杀你也不该抢呀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，小胖子？抢五杀，你以为200斤我怕你是吧？今晚不许吃饭。这波其实大家第一时间今晚少吃一个鸡腿，对，鸡腿给你扣掉，背后冲扣鸡腿，小五杀团战已经没有悬念了。其实关羽早在中路刚才那一波黑人往后退的时候，这把看一下有没有赛后语音，消失掉了。这把听一下赛后语音，但很遗憾，我真的以为当那种情况出现，今天应该是要4-0了，兄弟们。南极黑人状态堪忧。这种团战，对可以让一让，太多小失误了，你不动，这是个五杀，你不要动，这就是个五杀了。很可惜啊，这个五杀没拿到，但是这五杀都要抢，兄弟们有点不高兴了。哇，其实最后那波团战就是在那个一诺收两个人头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种感觉，这是一个 OK 五杀的场面了。那真的实在是太可惜了，对，因为那个五杀就摆在眼皮子底下。这五杀没拿到，有点小难受，兄弟们。未央的鸡腿少一个，我给他。